这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网页，输入姓名和祝福语，然后点击生成代码，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网站。双击运行，就可以看到定制的祝福网站。这就是程序员的浪漫吧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鱼皮。正如你刚刚看到的，这是我全程直播带大家开发的新项目。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码生成器，而是可以自由定制、发布和使用各种代码生成器的代码生成器共享平台。在主页可以看到我们预添加的生成器，供大家玩耍。比如送你一朵玫瑰花，可以下载生成器文件在本地使用，也可以直接在线使用。比如给三连的老爷送上天天开心的祝福，生成代码并运行后就能看到这样的效果。三连的老爷天天开心。在这个平台上，你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成器，基于我开发的分布表单，依次填写基本信息，要让用户输入的模型配置、要生成的文件配置以及代码生成器的源文件，用户就可以使用你开发的生成器了。我还开发了在线制作生成器的功能，在填写好配置信息后，将你准备好的动态模板文件上传，就能自动打包成可执行的生成器脚本。所谓的动态模板文件，就是对一个固定文件的部分代码进行挖坑。生成代码时，可以将用户输入的参数填入坑中，从而得到定制化的代码。为了简化挖坑和填写配置的过程，我还带大家开发了模板制作工具，逻辑比较复杂，就先不赘述了。总之，我做的是生成代码生成器的生成器。那有了这个代码生成器共享平台，我们就可以大开脑洞，搞一些有趣的事情。那除了刚刚演示的各种祝福类网站外，很多学编程的同学常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复制粘贴别人的代码啊，稍微改一改就成自己的了，就可以写到简历上了。那用我的这个平台呢，这件事情就变得异常简单。比如我做了一个热门的 Java 项目，瑞吉外卖生成器，你可以直接在线修改页面的名称、图片，无需改任何代码，就能快速创建属于自己的叉叉外卖项目。像我们开发常用的前端项目脚手架、后端项目模板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生成，提高开发效率。项目的功能就介绍到这里。那这个项目我是完完整整的开源了，你可以通过我精心拆分的提交记录了解我的开发过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全程直播带大家完成了这个全栈项目，总共录制了40多个小时的视频教程，而且专门写了15万字的文字教程。从需求分析、系统设计、开发实现、项目优化、部署上线，每个细节都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。那通过这个项目呢，你也可以学到很多技术的实战运用、各种系统设计和优化方法等。而且我带大家做的每个项目都编写了详细的大纲、简历写法、面试题解、答疑手册等等，从学习到面试一条龙服务。那做项目教程也是真心不容易啊，大家看看我的头发，相信也能感受到我的用心啊。最后呢，欢迎大家体验或学习啊！但是啊，我的这个服务器是个小水管，视频发出去后肯定是扛不住大家流量的，啊，所以还请大家理解。那谢谢大家。